这个是关系到那个面积哈。OK，看这个题目，看些什么题目哈。A square with area 30 square centimeter is divided into by a diagonal and then into triangles, as shown. The areas of some of these triangles are given in the diagram. Which part of the diagonal is the longest? 如图所示，一个面积为30平方厘米的正方形被对角线一分为二。再被些切成若干个三角形，一些三角形的面积已被显示在图里。请问对角线中哪个部分最长？A A A B B C C D D E E。OK，我们看的 A、B、C、D 哪一个？A、B、C、D、E 哪一个是最长啊？我们就看这边它是三角形啊。OK，四方形，这个是四方形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怎样去做哈。我把它 copy 过来先。OK，然后我 H。出来先，OK，我们看这题哈，就是我们看这题，看就是这个是怎样做哈，我们看这边过来，OK，我们再分哈，这边有三，把这边把它吞拧一下，OK，变直线啊，变一个这样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一撇的东西，就是三面呢，也30平方厘米啊，分成一半，就是上一半是15，下一半是5。那么这边2 cm square 就是9 cm square。那么我们可以就是说这边有几个 square，这个有几个呢？我们就看一下这边，15减2，再减9。意思这边有四啊，OK，4 cm square，这边总共有4 cm square，OK，然后呢，上面也是15 square 哈，OK，cm square，那么这边有50 square，15减50，再减四，这边66 cm，OK，6 cm square，那么我们再来哈。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分成几个部分呢？我们就看这边的时间，我们再分这个一分一半，OK，OK，然后这边再来加一个，OK，然后这边还有分一个。然后再分一个，到底怎样分呢？意思说，这边是9 cm 就4 cm，意思这个4 cm 嘛，OK，这个4 cm 啊，这个4 cm，这边也是4 cm 嘛哈，OK，这边也是4 cm，那么。4 cm，这边也是4 cm，那么这个我9 cm 哈，意思说这边4 cm 就是有，这个9 cm 哈，9 cm 这边意思说有5 cm 哈，OK，这边就5 cm 咯，我就被分掉，因为99减4是5分5 cm。那么我们就可以变成这个是5 cm，OK，5 cm，这个是5 cm，所以说这个也是5 cm 了哈，所以说这个也是5 cm，
这个也是 5cm， 这个也是 5cm 为一半的。然后这边啊，这边这边有 5cm， 就是这边只有 1cm， 这个整个是 6cm 减了 5cm， 意思这个有点不对劲啊，那是 1cm。OK， 那么这个移过来一点。OK， 1cm 这边，那么这边怎样呢？啊，这边 1cm， 这边是。因为这边有 2cm， 这边是 5cm， 整个是 5cm 哈，这边 2cm， 你说这个多好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也是 2cm， OK， 也是 2cm， 这边也是 2cm， 然后这个呢，这边整个是 5cm， 就是说这个是 3cm 而已咯， OK， 3cm， 就是这个是 3cm。那我改一下哈，3cm，OK， 这个是 3cm， 只剩下 3cm 了哈。然后这个 1cm 这边呢，就是说这边也是 1cm 哈，但是好像有点不对劲哈。就是说这个有点都不对劲，不对劲，那我们就可以勾过来。就是 1cm， 那么这边 4cm， 这个是 1cm， 就是这个是 3cm， 这边就搬过来就 3cm 了 ，OK， 3cm， 这个是 3cm， 那么我改一下哈，OK， 就是 3cm， OK， 总共是 3cm。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什么分别呢？意思说，虽然说有点不对劲化的哈，比如说就只有 1cm， 但是啊，它呢，我们看清楚哪一个 A、B、C、D 一样，哪一个最长。那么通常我们三角形是底层高，对不对？我们高是什么呢？这边呢啊，我们看高是这个角度，啊，这个是卡的角度 parallel 哈，跟它并行线上来。一条并行线，对 ，OK， 一条并行线，这个并行线过来，这个并行线过来 ，OK， 这个也是并行线过来 ，OK， 它的并行线，一条它的并行线哈，就是这并行线过来，一条它的高度是一样的。十二分，就说通常我们呢，如果三角形是二分之一底层高，高是一样的，所以说哪个最长呢 ？OK， 就可以看到 D 是最长的 ，D 是它的答案 ，OK，D 是它的答案 ，D 是它按哪一个？所以说 D，the answer is D is the longest。diagonal， which are diagonal， OK， D is a longest， 就是这样哈，然后我们就可以 stop 了没有？ OK。